2023年新年送礼首选，当然就是汤曼的 Jerry 开年大吉盲盒啦。猫和老鼠这对欢喜冤家给我们营造出了过中国新年的欢乐场景。4+1的配置，隐藏款是福来到，两小只为大家送福啦。这四盒除了第一只比其他款重10克，剩下这三只重量几乎是一样的。配件好多呀，怪不得这么满呢。第一只拿红包，汤曼的 Jerry 身穿一身中国红的唐装，手里捧了一个大大的红包，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给长辈拜年拿红包的场景，至今想起来都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。第二只抽到了放鞭炮， Jerry 好可爱呀，站在了 Tom 的头上，手里拿了一个小滋花， Tom 手里也拿了一串鞭炮，看他俩的表情真是特别的开心，希望今年能解除禁放令吧，放不了鞭炮的春节总觉得少点什么。第三只包饺子，当时看图的时候我就最喜欢这只，调皮的 Tom 把 Jerry 当成了饺子馅儿包进了饺子里，桌上还放着擀面杖和饺子皮儿。最后一只写福字， Jerry 把福字写在了 Tom 的肚皮上，你是在报复刚才的包饺子吗？为了迎接兔年，他俩还戴上了小兔子耳朵的帽子，还是植绒的材质哦。好啦，以上就是皮匠给大家带来的52 Toys 汤曼的 Jerry 开年大吉系列全套盲盒的开箱，无论是包装还是盲盒都透出一种红红火火的喜庆之感，喜欢的小伙伴就别错过啦。